ke arah negara maju dan berpendapatan tinggi. Namun, pencapaian ini tidak bermakna jika masih ada yang terpinggir daripada arus pembangunan. Sedangkan ni saat-saat yang akhir walaupun PKP, walaupun SOP yang ketat, kita masih lagi berniaga dengan keadaan tengoklah dengan pagar macam ni, tapi kerajaan buat kita macam ni, tak kesian kepada kita ni semua. 向拿都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宣布，从明天十月十一号开始，全国同步开放华州。We see that even with reinfection, the vaccines are proving to be effective。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准开放，我国经济呢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预计到明年二零二二年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东部扎鲁指出，来临财案着重复苏、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 显在行管令1.0和2.0期间倒闭的发廊和餐馆，目前就有百分和十八。While we were serving the food, we, we discovered that many other owners have actually raised their flag and they came forward to request food from us. 我们要做工，我们要经济好起来，我们没有钱了 b e c a u no more money to spend anymore. Okay, please, everyone is dying. t a m a u memacu keluarga Malaysia. ke arah negara maju dan berpendapatan tinggi. Namun, pencapaian ini tidak bermakna jika masih ada yang terpinggir daripada arus pembangunan. Sedangkan ni saat-saat yang akhir, walaupun PKP, walaupun SOP yang ketat, kita masih lagi berniaga dengan keadaan tengoklah dengan pagar macam ni, tapi kerajaan buat kita macam ni, tak kesian kepada kita ni semua. 首相南都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宣布，从明天十月十一号开始，全国同步开放华州。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准开放，我、嗯、国经济呢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预计到明年二零二二年，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东布扎鲁指出，来临财案着重复苏、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 Hello，嗨嗨，大家下午好啊！啊，下午好。嗯、uh,，OK，欢迎大家。九七七是第一个留言的呢。嗯，零三好可爱哦。他说：“嗨、hey,，我过来下班有话题了，<laughs> 我没有我忘记点赞、<laughs> 按 like 分享哦。”谢谢你，<laughs> 记得要点赞、按 like 分享哦，大家。OK，好的，我看一下哦。美阳就说呢，蛮、啊、好看的片段，蛮有意思的。对嗯嗯我自己每一次看都蛮。 感动的，嗯，是没错，总会有觉得有一些熟熟悉的地方，或者是他好像就真的，呃，就是讲你心里面的一些话啦，所以我也是蛮喜欢看那些片段的。好 OK，好的，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呢会在十月二十九号的时候，在下午的五点半开始呢，在 CD Plus 下班忙什么，我们就会有财案特备的一个现场同步剖析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就会要请了去过，其实蛮好玩的。<laughs> 我觉得是很紧张、很刺激，但蛮好玩的。嗯嗯 那我们就会是是是呃邀请税务专家，邀请经济学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国会在提成这一个裁案的时候，我们就同步一起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剖析。所以我觉得哇，太棒了，这种同步的感觉。所以大家到时候十月二十九号一定要锁定在下班忙什么哦。嗯、然后当然很重要的呢，就是在十一月六号的时候，哇哦，小编很快啊，看到吗？嗯。呃，大家呢就是可以来留意一下我们举办的这个年度的财案线上论坛。 那我们其实呢，会有一些呃邀请了很多的嘉宾。那我觉得这些嘉宾真的哇，各个,个来头不小哈。然后呢，他们都会从四大方向带我们一起来剖析的，所以这一些都蛮重要的呃，比如说房产啊、投资啊、税务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网报名，然后是。 不需要付钱的，OK，免是免是、嗯、没错。嗯、我们的小编呢出来这一个呃 screenshot 啊，或者是这一个 share screen 呢、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哎，其实你到我们的官网呢就可以了解这些详情，或者是注册出席了。所以欢迎大家呢马上就去浏览我们的官网 c i t y p l u s f m d o t m e 呢，那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哪里就是可以点击，然后就去做这个报名的动作。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赶快报名，一定有好康送给你哦。所以 OK，赶快去，赶快争。<laughs> OK，赶快先按赞、留言、分享出去哈。刚刚来看 Live 的朋友呢，先打声招呼吧。诶，今天的话题真的很棒，很有趣。舒敏，你要不要聊一下，嗯嗯、为什么想要选择<是>这一个话题？ 因为我记得是这个这个星期开头吧，就已经开始传出这一则消息了。嗯、然后昨天呢，我也陆续看到有一些呃国外的 YouTuber 他们在分享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那这件事情它上升到后来蛮严重的一个程度，是因为它其实有涉及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甚至也成为其中的受害者哈。所以呃，这位总统呢，他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呃一些看法。然后当然，我觉得他也。 非常适合放在马来西亚讨论，因为呢，呃呃，犯罪无国界了哈，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在你身上。不过，我想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先做避免，或者是先做心理准、嗯、准备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 fake，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词，或者是有玩过？因为我相信现在有蛮多的软体都是很容易的，嗯、你只要就是登录，然后选你喜欢的背景和音乐，其实你就你就可以成为 deep fake 的其中一个参与者吧。嗯、我只能这样子说。我本来我在想说创作者，可是我在想创作什么鬼？他 <laughs> <laughs> 只是换你的脸，对，就是换脸。其实之前的时候有一款软件，一款 APP 也是蛮红的。 就是让大家什么男、嗯、男生换女生脸，还是女生换男生脸，什么之类。<laughs> 我们其实当时候有小小的玩了一下，不过那当然只是一个玩啦。<对>不过呢，嗯嗯这个东西呢，它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算是触法。 犯罪的罪、嗯、犯罪，嗯，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那当然要聊这个话题，一定要邀请专家啦。其实我们的专家已经在台后了、嗯、，OK，已经在我们的后台了。<laughs> 那待会我们就要请他上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关于这一块在科技方面他是怎么做到的？那嗯，为什么会构成所谓的犯罪？呃，犯法？然后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关注呢？所以今天话题其实蛮有趣的，嗯、赶快按赞、留言，然后分享出去吧。 嗯，所以先问大家，诶，有没有听过 deepfake 这个词哦？或者是大家讲换脸换脸，诶，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懂哦，换脸哦，这个 deepfake。然后你有没有呃玩过这类型的软件？因为我和佩玲算是真的。 不太有兴趣的人，<laughs> 对对，没有什么兴趣，OK，没有什么兴趣，<laughs> 所以就没有玩。所以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的经验。OK，来倒数十五秒，我们就要进入到节目的直播了哈。来，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出去，然后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的话，现在赶快留言吧。 欢迎收听，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忙什么？你好，我是佩玲。你好，我是书明。 是的，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可以说呢，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多人在关注以及高调讨论的。可能在那之前呢，我先聊一聊哦。下班有话题这个节目呢，每一天星期一至五下午的六点播出嘛。那其实每一次呢，我们都会挑选一些可能就是跟社区社会有关的。那当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跟你跟我都有关系。所以一开始可能有些人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还好啦，我都没有关注，我也没有在玩，那应该也也没什么的。 可是，如果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呢，越来越多人是有心有意要利用这一项技术来进行一些犯法的行为的话，那可能当然就跟你有关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个词哦，叫做 deep fake。那有些人呢，俗称就说换脸啦，换这个换那个换脸。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哈。以前我们都会讲，哎，照片可以 P，视频不能 P，因为很难嘛。可是现在随着这个软件呐、啊，社交媒体慢慢的呃技术越来越发达，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其实，在二零一七年年底哦，这一个 deep fake 呢，它就是人工智能基础的人物。 图像合成技术诶，就出现了，就问世了。你只要呢给那个机器呢十呃数十万张的一些图片哦，然后再训练他们去识别跟重建我们的脸孔呢，它就可以呢把你的脸换去另外一个的人的脸的上面哈，就俗称换脸啦。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哇，它听起来蛮高科技的哦，应该跟我们没有过什么关系吧？可是你就会发现呢，近几年。 尤其是在疫情底下，哎，这个 Deepfake 哦、啊、换脸技术呢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其实有很多的 App 呢，你去下载哦，只要呢你给他浏览过你的照片了之后呢，哎，轻轻松松你也能成为视频里面的主角。所以很多的网友呢都觉得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好玩。不过近期呢，像刚才佩里所说的，它就变变成了一个新型的犯罪。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错，其实坦白说，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词 “deepfake” 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很很奇怪，很好奇。我就大概去搜了一下，就发现真的，它的一个可能性呢非常多，弹性也非常大。所以今天也希望能够带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关注一下。当然，为什么今天要聊，主要是从一则从台湾发出的新闻，我们来做讨论的。那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有爆出说啊，台湾的这一位百万的 YouTuber，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小玉，他就涉嫌呢透过 这一个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换脸的技术哈，将艺人呐、啊、一些网红的脸呐、啊，就合成到了成人片的女优身上，然后呢，再制成呢一些性爱短片，然后去进行贩售。 去赚钱，那在昨天的时候，呃，应该是几天前的啦。十八号的时候呢，就遭到了警方的逮捕。那网民呢，就整理出呢这个受害者的名单，就发现说，哇，其实多达几百位。那以 YouTuber 艺人呢，就是占最大的比例哈。再来还包括了一些重视人物、实况主、外籍艺人、网红主播等等的类型。那预估说哈，这个通过不法的行为获得的利润呢，其实是高达上千万的台币的。 嗯，所以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根据那边的警方调查呢，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马来西亚 N 号房一样，你只要交很少很少的钱，大概就是四百到一千九台币，嗯、就是六十到两百五十令吉左右吧。这样子的费用呢，你就可以进入这个 Telegram，哇，这个词又出现了 Telegram 的群组的群组，群组 <laughs> 对，没错。然后呢，你就可以呃进去到群组，然后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一些网站，或者是你就。 可以拿到那些 link，然后就可以上网去看这一些所谓的换脸的色情影片哦。那根据警方调查呢，目前那个群组大概有八千多人。然后我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接下来的一些行为，像是这个主创人小玉，他甚至会举办投票。我们投票大多数都是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人嘛。那 他给你投票做什么？就是你喜欢哪一个人，你要换哪一个人的脸成为这个色色情片的主角，我就觉得好可怕。而且甚至呢，嗯、你只要花大概三千到五千台币，大概就是五百到八百令吉呢，你甚至是可以定做你想要那一个色情影片的主角是谁，你就可以换那个脸，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哎，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就是非常的恶劣。不过呢，<是>我们很恶心。我们只是借由这个新闻呢来作为一个开场。可是你知道吗？早在这一起台湾的这个事件爆发之前，哈，所谓的 Deepfake 其实呢，在全球已经有很多的不法人士呢用来进行一些像是金融的犯罪。 或者是呃传播一些假新闻，还有破坏呃一些国家的选举等等哈，是非常有意识的一些呃犯罪的行为的，或者是不法的行为的。像是最近这些年可能在网络上疯传的，你可能也有看过，比如说呢，像是拜登在受访的时候啊，就是呃打瞌睡呀、啊，或者是川普啊呃高歌我爱中国啊，或者是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啊，可能就是呃数酒酒醉失态的一些影片等等等。不过当然说到了这一项的 AI 换脸的技 技术，它可能用的最广泛的还是回到了这个性爱或者是色情的影片方面哈。那我们就发现说呢，根据这一个估计指出了，所有的这一些换脸 AI 的影音当中啊，其实呢是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是没有经过同意的一些色情的内容。那当然说到了这里，我们也知道，其实高达呃九成的内容的一些受害者或者是涉及其中的性别人士就是女性了。 嗯嗯，所以有呃长期在研究这个 defi 的专家，他就表示他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会不会就形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数位性骚扰的新的形式？我们之前讲过 n 号房，那这个 defi 它更容易更快哦，因为你可能只要上传某一支呃某一张影片，或者像按下按钮，你就可以形成所谓的色情影片，然后去勒索、去性骚扰一些无辜的女性，而且呢，呃他就发现哎越来越。 多都不是这些名人，而是可能脸书上面一般上面的女生啊、男生啊，可能是你啊、我啊，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讲哇，这件事情那么可怕，那有没有法律去制裁？呃，很可惜的是说啊，连就连英国和美国呢，他们的法律也不是非常的完善，所以很多人呢都在讨论关于 Deepfake 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下班忙什么，就好好的聊一聊，也欢迎你呢到我们的 YouTube 和脸书底下告诉我们。 哎，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你有没有看过这些影片？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要邀请一位专家，也就是 l g m s 的创办人冯宗福、宗福大哥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其实，Deepfake 它真正用来是做什么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运用它的话，嗯、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而且我自己也很想知道，是不是一般人就可以掌握这个所谓的 AI 技术呢？来，下一段回来，我们好好的聊聊，不要走开。 OK，你你们没有觉得很可怕吗？我觉得我刚才看了新闻说花这么少钱你就可能可以，就是我我觉得这个举动是真的非常恶劣，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别人的生活，或者是影响到其他人，真的好可怕哦。 所以我才想知道啊，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掌握？因为当你很容易掌握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心只要是呃有一些坏的念头，那你其实很容易就拿来干坏事。嗯，那是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方式吧？嗯、然后，<是>所以说明刚刚有讲嘛，呃，就算是英国、美国这种我们认知里面可能比较刻板啦、啊，就认为诶他们已经走在蛮前方的国家，诶，可能也没有太多完善的一些法律来进行制裁，或者是采取一些执法行为。 所以今天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带大家来了解更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一些警惕。嗯、至少你可能在不小心看到相关的影片的时候，你可能哎，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判断呢？OK，、嗯、我们也可以来了解探讨一下哈、啊。<laughs> <laughs> OK，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先请我们的嘉宾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了。来，我们先请中福大哥哈喽，哈喽，嗨，大家好，嘿、hey, <laughs>，你好，志敏，你好。 谢佩玲，我发觉你现在好像特别瘦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你是不是被你废了？没有，可能。你比你之前还要瘦啊！啊，对啊，我比孕前还瘦，对对对对对，还之前要瘦。 对的，呃，就轻微啊，就轻微就瘦了，应该是这样吧？因为我现在吃很多、欸，我的食量比我先生还多，好可怕哦。哦 <laughs> <laughs> OK，然后回这个主题，哎，中福大哥，我想问，嗯，我我真的很想知道，哎、其实这个所谓的 d e e p f a t e 的 AI 容易呃学习吗？容易操控吗？其实你你不需要什么学习，啊、现在很多那个。<laughs> 真的真的不需要太太复杂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嗯、以前可能以前我们做 defect，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有做这个实验给客户啊，我们为客户做这个 defect 出来。嗯、其实以前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是比较复杂一点。现在呢，嗯、它它这个它这个 software，其实你可以下载的，已已经有 open source，甚至是免费了。你可以去下载，它有那些 tutorial step by step 来教你怎么样做一个 defect、哦。所以。 不会拿的，再加上你看现在手机也是有很多 A R A P P 啊，手机本身也是有 A P P 可以把你自己的脸放在明星身上啊，这样子啊。可是那个看起来就很假啊。那个是假，因为它只是拿你平面的, <laughs> 平,面的平面的照片。对啊，啊一看就知道哦,哦，假的这样。对对对，那个是比较假。这样这样，我想问那。 呃，I mean，就是通过那种所谓的 AI 制成的啦，不要讲这种假假的 App，、嗯、很容易那种平面。嗯、那其实会很容易分辨出来吗？会难吗？现在是越来越难了。现在其实哦，<laughs> 有一个更加严重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有那种方便可以做 Live 的，<laughs> 就是说你在你在讲话的时候，<laughs> 我可以把那个那个脸 impose 在你在你的脸上面，然后看起来是很很真实的。已经有了这个这个科技。 可是不是来看我们什么看景象啊，还是看什么就比较容易分辨？可是这一种其实也可以做到。以前还可以啦，<laughs> 以前我们还可以看肤色啊、<laughs> 灯光啊，<laughs> 然后嘴那个嘴唇，你讲话 <laughs> 那个嘴唇啊。可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已经发发现了很成熟。再加上你看到有些时候呢，defect <laughs> 的,的影像里面是没有讲话的。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色情影影像的话，他根本不需要讲话吗？ 是吗？嗯、所以你根本分辨不到那嘴唇那个那个落差在哪里嘛？所以，呃，现在已经是蛮成熟了。现在，嗯，好可怕、哦、恐怖，<laughs> 真的。所以呢，我其实是<我>可以用来做一些比较好<然>好事的吧？当然，当然、嗯、可以做很好事、嗯嗯嗯、的。所以现在我就是要说，很多人现在不了解到那个严重性啊，就是你我们把我们的照片哦放在社交媒体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公开式这样放上去的时候，当我们。 收集到足够的照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低费的影片了。嗯嗯哦，oh, 你说足够的意思是因为要让那个所谓的真实度提升，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嗯啊。Uh. 可是，可是我们已经是没有，你知道吗？你很害怕是，是不是，因为我我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哦，那这个我们真的很难避免，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网络时代。嗯、就是我的意思是，它将会是一个主流，将会是一个主流。<对>除了 d e f a k e 影像之外呢，<对>然后 d e f a k e 声音也是会成为一个主流。所以以后的世界哦，就是假新闻也是会这个主流，尤其是哦，嗯、尤其是你现在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 d e f e 的技术，每个人都可以。 做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哦、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所谓的新闻出来。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个垃圾发表一些言论，你也是可以做垃圾发表一些言论，哦、他也是可以发。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嗯、我看到我们的小编说呢，漫威电影就是 D e e p Face 的最高境界了。啊、嗯，其实呃还没有啦，我觉得漫威他们还需需要做多一点，他他们其实还有投入更多的投资进去。<laughs> 不过也是 okay, okay, 也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哦 对，嗯嗯，好、嗯、的，呃嗯、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聊一聊。我觉得这个呢，除了是让我们了解到现在的一种新型的网络犯罪的手法之外，嗯、那其实呢，也可以针对这一项的 AI 技术来认知更多。呃，嗯、当然，我希望所有在看节目或者现在在听这节目的朋友呢，不要认为这真的就是哎，不管我的事情，这个是一种数码科技 AI 的发展，不管我的事，我没有兴趣。但就像是中福大哥刚刚有说，当他掌握的人越来越多，那变得越来越便利性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入。 侵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更多的一些不便，甚至就是侵害你个人的一些隐私也好，或者造成一些犯罪行为，所以现在应该要来了解的哈。 OK，我们现在倒数呢，二十五秒呢就要进入到节目的直播现场了。所以我们将会有中福大哥在线上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出去。那对于这一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你想要了解的是什么？像我其实有蛮多的疑问 <laughs> 想要问中福大哥的。我们等一下，好可怕、哦，我们都可以来聊一下。好，准备进入直播。 欢迎回到下班忙什么？你好，我是佩林。你好，我是舒明。 是的，今天在聊的这一项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 AI 换脸的技术，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有意使用在一些自己想要进行的犯罪行为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造成更多的人呢被卷入其中，然后可能呢也会成为啊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新型的犯案的手法。不过当然呢，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利弊啦，主要是看你怎么用，用在哪里，以及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使用它。所以我想。 今天在下班忙什么？再加上今天是星期五嘛，我们就换个角度一起来关注这一件事情。没错，所以我们马上就要邀请哦，我们今天的嘉宾 LJMS 的创办人，我们有冯宗福，宗福大哥你好。哎、hey,，Emily 你好，书敏你好。是哎、欸，宗福大哥，想要先请教一下啦，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一项科技的出现？呃，嗯、它是如何生成一个所谓的 Deepfake？它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在里面呢？ 其实，defect 这整个所谓的 defect 哦，它整个环绕在那个人工智能学习的概念上面了。也就是说，为什么电脑可以那么方，呃，可以做 defect 呢？就是因为电脑有那个能能力去重复的学习。呃，这个整个 defect 呢，其实最主要就是现在用来，呃，学习我们本身的图像，再把我们所学习到的图像再加盖在一些呃其他人的脸上面，来造成一个假象。所以呢，嗯、呃。 其实这个 d e f a k e 啊，也不是呃，它的历史也不是说非常的非常的久了。它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开始，有人就用 fake d e f a k e 来把一个人脸，把一个名人的脸放在情色影片上面，然后就开始有这种开始流行起来了。直到最近这几年呢，这个 d e f a k e 的技术真的演变到非常成熟了，甚至有些时候你可以在手机上面也是可以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什么,什么叫 d e f a k e 就是手机上面可以用一张简单的图画就把你自己的脸像呃。 加盖在一个演员上面了，所以可是真正来说呢，那些我们刚才好像刚才你们所谈的那个新闻，就是在台湾所发生的新闻。他们的新闻主要是为什么它可以做成一个合成一个影片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公众人物哦，他们本身有很多照片都已经呃在在网上，我们可以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然后用 defake 方面，如果你要呃制造一个 defake 的影片呢，首先主要的条件呢，就是我们先要有那个我们的呃。 要模仿者的那个他的脸像各种不同的角度脸像，所以呢，嗯、电脑就可以通过这种学习呢，把他的脸像加盖在那个呃影片上面喽，才造成这个 def。所以最主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模仿某些人，嗯、我们一定要有他本身的各种各种不同的角度的脸像才可以做。嗯、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掌握这一个人越多的照片。嗯 或者是影像啊<是>、呃，越多的这一些资料，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用 AI 的技术模仿出更贴近真实的一个一个模板，对，对啊，对对更精确的部分。OK，、嗯、那 D f 费它其实一开始的出现是希望可以用在哪里呢？<的>像我现在马上可以想到的，可能就是用在电影当中。对。 当当然，在电影当中也是可以用到。其实，在很 defect，其实它开始的时候呢，主要这个这个网友呢，他是制造一个情色影片啊。可是后来我们后来这个就演变成很多其他的用途了。我可以在这边可以举例几个比较好的用途了，比如说、嗯、呃。 你现在想象一下，比如说我如果把爱因斯坦的那个他日本身头头像哦，加盖在一个老师身上身上来教科学的话，这样子这整个学习过程，整个学习的体验就非常不不同了，就好像爱因斯坦在教你学习科学。呃，在其他在有一个国家我忘记了哪一个国家，他就是把一个呃以前在集中营里面的受难者、哦，以前去把他头像呃换成一个呃一个人，然后你在参观了那个。 博物院的时候，他这个这个受难者呢，他就是以他本身的身份来讲解整个过程，所以他给一些人不同的体验呢、啊。呃，我觉得 defect 将来也会进入我们的民间了、啊，进入我们民间，就是可能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脸相成为呃呃电脑的数据之后呢，甚至我们可以呃用人工智能呢、啊，跟我们过去去世了的亲戚啊什么对话这样子啊，这也是就也是另外一种体验了啊。嗯 我刚刚在听你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这一个，它其实也可以用在可能就是呃弥补弥补一些遗憾啊、呃，或者是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当然，另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换脸，就是这个脸的样子，但它会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比如说让一些濒临绝种或者是已经绝种了的动物，呃，或者是你知道吗？所谓的古人类，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显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它也算是同样的一种技术操作吗？嗯，可以恢复恢复古人的样貌、古人的身份来跟我们现在人对话。嗯、其实，Defi 觉得，我觉得最呃普遍将会用在在哪一个行、呃、行业呢？其实，在娱乐行业，比如说现在、呃、我们要拍一个广告、拍一支广告的话，我们可能要请一些明星要。 安排他的档期，看看他什么时候有空，他那个价钱怎么样？可是有了这个 defect 技术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成本可以降到非常的低了。我们可以通过它本身做一个假的，嗯、呃，选一个其他的演员，然后再把他这个明星的照的脸放在这个演员上面，这样子我们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了。再加上现在 defect 技术呢，会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了。呃，通过一般的呃我们人眼的识别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看不出它是真还是假的。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还还蛮，呃，精彩的这个。 宗 <laughs> <Interesting. S 1> 福大哥用“精彩”二字，OK，因为像是我自己看这个新闻，我也有确实看到像刚才宗福大哥说的广告啊，或者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政治的，呃，或者是有一些例如 SOP 好了，因为我们非常需要多种语言的 SOP 嘛，它其实只要呢找不同的演员，然后不讲不同的语言，然后我们再把脸放上去，我觉得就蛮适合做一些好的东西。可是我们今天就聊到比较不好的那一方面，<对>作为犯罪这一块。 中福大哥刚才用“精彩”二字，<对>其实，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还是说我们还是可以从哪一些细节去辨别，说，哎、嗯，他的是不是一支 d e e p 只的飞影片？可能像刚才佩玲所说的，他很好奇脖子的颜色啊，嗯、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有没有一些 tips 呢？OK。 其实呢，我们要怎样辨别一个 d f 影片做的好还是做的差呢？主要是看他用花多少时间和花多少资源来制作这个 d f 影片。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很精精,精准的 d f 影片呢，首先我的前提就是我一定要有这个我要模仿的对象的全方位的那个呃影像和和的照片了、啊，再加上呢，我需要用个比较长的时间让让我的电脑来学习它它本身脸部的各种特征，然后再用比较长的时间再把它。 post 在那个呃那个 subject 上面，这个整个学习过程呢，其实学习过程和那个处理呢，processing 过程呢，其实决定了那个到最后成品的那个精确度。所以一般上，如果对如果一些人真的是很花时间去做这个 difficult 的话，现以现在的角角度来看呢，是很难分辨分辨出了。以前我们比较容易分辨，是因为呢。 我们的处理器可能没有那么先进，我们可能处理器呃不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呃，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去。 就做一个 defect 的的影片出来，那时候的 defect 呢，比如说那个是可能是一年前哦，一年前我们做 defect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哦，它的灯光可能比较呃，跟它的其他身体的部位有点不一样，有点落差，或者是它的嘴唇，它讲话的时候可能它不单 match 到那个它讲话的字眼这样子，我们大概大概还可以看到。可是现在因为处理器已经是非常先进了，已经非常快了，而且呢，我们如果有充足的那个脸部的资料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呃。 让人容易信服的 defect 出来了，说以以后将会变成越来越精准了。因为呢，我们这些处理器的那个呃能力是越来越越来越提高，而且成本是越来越低了。所以以后我们所看到的 defect 影片呢，将会是非常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啊、呃，这个是不让，其实是让人担忧，也是让人欢喜的一个情况啦。我觉得，嗯、<laughs> 所以它就是双面刃呢、啊，真的就是看你用在哪里，<对>你的目的是什么啊、呃？你最后想要达到的，呃，这个就是所需又是什么？那当然，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换脸，嗯、换脸嘛，就是脸的呃头像这一块。但其实声音的部分也是一样，可以用这个技术去处理，<哇>对吗？ 嗯，有的有的有的，已经已经有这种，呃，甚至是一些比较比较知名的公司，比如说 Adobe，他们也是有这种呃这个这个平台，可以让你去做一个 diffic 的声音。他他们也是有好多那个 open source 的那个 projects，呃，在在网上也是可以让你去用这个 diffic 做一个 diffic 的声音来来、呃、改变的。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做 d e f i c t 的声音倒是比容易做那个那个图像容易很多，嗯啊，呃、嗯做视频容易很多，呃，因为我们声音只要它的特征，只要你只要 capture 到，就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个视频的，很、嗯、容易可以做一个 voice clip 啦。v o i c e clip，嗯啊，声音的，嗯、声音的频道，嗯、呃，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后会将会有更多的假新闻，就是因为随着 d e f i c t 和这个声音的频道做出来哦。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假新闻，尤其是你看一些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有些比如说一些偷录的那个通话、电脑话通话，你想象一下，嗯、如果那个地，那个声音是那么容易做的话，我们将会有很多假的通话。到时候真的有录到的通话，我们听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嗯呃，所以这个是，对以后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laughs> 啊、所以我才觉得说，会,嗯、会不会其实关于这个所谓呃怎么说解密吗，或者是呃判断呃、嗯、这一段影片或者是这一段声音是否是真的，这样所谓的一种判断解密的技术，是不是也会随之发展出来呢？对，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开始用用回人工智能了，来来呃分析这个 defect 的影片，就是每一个 pixel 这样子来分析，看它到底是真的，是合成的呢，还是有哪一些是有可疑的，已经有这样的。 这样的、呃、公司来做这种系统了，只是说我看到还不是太成熟了，因为 d e f e c 的技术还是在超超前，超还在前还在前面，所以你要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分析的话，还是要一直追着去了，嗯嗯嗯，哇。 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害怕呢？以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真的，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呢？因为其实我有看到哦，呃，在媒体或者是有一些呃专家，甚至就认为，其实基本上现在我们公开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account，我们都可能会成为其中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障自己的安全呢？下一段回来依然会会有呃宗福大哥在线上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到这个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直播。 我底下留言，又或者是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零一八二零六一零六。嗯，怎么办？尤其是我们这种天天要上镜头的，<laughs> 嗯、对啊，对啊，其实是公众人物，你们的的那个风险会更高，因为公众人物真的 <你们 S 1> 真的时常会在 camera 前面啊，镜镜头前面，人家已经收集足够到资料就可以做了。所以以后的政治啊、<laughs> 政治呃、电影啊，很多都可以用 Deepfake，是很可怕的。嗯 嗯、尤其是政治吧，因为你要进行一些政治的迫害呀、啊，<治>或者是你知道一些政治的谋略。嗯、那你知道我们过去常常会看到什么影音流出，或者是录音流出，<对>那我们还可以说<对>哦，这个这个听起来像我，但其实不是我。对对。对但<是> <laughs> 现在更好了，现在真的是，如果真的是那个人，他讲哦，我已经被 defect 了。之前在马来西亚也是吗？<laughs> 在马来西亚有一段影片，就是两个男人在床上在什么怎么讲解，哦、后来那个那个议员就讲、啊、哦，这个是人家 defect 我的，呃，这个不是我本人。啊、所以就是有很多可以变成一个借口，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呃、难讲啊。所以这个以后的将、嗯、会更加难分辨出来。 嗯，你看，比如说像 Stone，他有说到一句话，他说：“那以后不是可以用在 CCTV 变成一个假证据吗？”啊，对证据这件事情，对证据这件事情，我们到时候该怎么辨别？我们还要花一个精神，花一个技术，先去处理一下这一批证据到底是不是真的。嗯嗯，真的。 我看到于这就是说，他觉得，呃，当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些照片或者影片真伪的时候呢，他认为就是要做的就是禁止转发跟分享给其他人。其实关于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台湾的新闻啊，另外一个让人家觉得比较害怕的地方就是在于，还是有那么多人会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然后甚至有这个需求在那边，所以地费才会越演越烈，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说这件事情不对不好，嗯，你知道吗？大家就会觉得，你知道吗？我们的道德观哦，已经随着科技的进进步啊，已经被开科技扭曲了。我们并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了。当我们在转发的时候，其实也很很很，其实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个道德背后的道德那个呃引诱，你知道吗？我们转发可能觉得哎，只是转发而已吗？可是我们也是帮着一个作为一个帮凶了。 嗯、可是，就是大家已经对于这个所谓帮凶的这个举动哦，嗯嗯、已经那个判断是模糊的，很模糊了。对对，他就会觉得说，我只是转发不了吗？那你可以不要看的啊、哦、之类。可是话不是这么说的，哦、因为你确实也助长了这个不法影片的一个流传，嗯、所以你觉得转发就是一秒钟的动作，是但是。 你过后还会促成了更多的一个转发，这样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想要带出的一个反思啦。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认真看待，嗯、然后好好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蛮关键，尤其在接下来的生活还有世界的发展当中。嗯嗯，嗯 okay, 中福大哥，我想问，嗯、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很多 App 啊，啊然后是可以很很轻易把脸换到明星身上去。其实你会不会不鼓励大家这样子做？ 嗯，um, 你是说手机上面的 App 是吗？对呀、啊，对呀、啊。哦，嗯，怎么说呢？其实也不不大不大有。不呀、啊？还是不大不大有所谓了？啊、因为你 upload 上去的时候，哦、你只是一个平面的照片了。除非你是公众人物了，哦、我并不建议了啊。OK，好的，来，我们倒数八秒钟回到节目的直播现场，来，欢迎大家留言互动，然后分享出去。 是的，今天聊到了这一个议题呢。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兴的犯罪的一些行为。那这一件事情呢，刚刚我们在 Off A 的时候就有跟嘉宾呐、啊，就是中福大哥聊到的时候，我对他说的一句话感到特别的有意思。虽然它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哈、哦，就是随着呃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个数码科技 AI 智能的一个发展，好像我们的一个道德观或者是一个道德的判断也变得越来越。 我不想用低落这两个字啦，我觉得是越来越模糊，就是我们越来越难去判断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快速了。嗯、你要转发一件事情，不管它是一段假的视频，或者是散播这不法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怎么样，你只需要一个 c k 啊，一个动作，一秒钟你就转发出去，那你并不没有意识到你成为了这个帮凶。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当这些新兴的犯罪方式也越来越盛行的时候，其实世界各地也希望可以证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看到呢，各国也非常积极的啊，就是希望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 Deepfake 的一个滥用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呐、啊。 嗯，没错，因为像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嘛，美国或者是英国的部分，它虽然是被禁止的，可是呃，因为这个技术真的是太快了，所以法律呢，它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涵盖所谓的伪造的这些影像哦。所以大部分受害者只是求助于民法或者是刑法的部分。那如果你是名人的话，当然你可以去要求知识产权的部分。可是像我们刚才一直一直说的，其实现在真的太容易了，所以。 甚至有专家说，你根本就是公开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你就会成为这个受害者。所以想要请教宗福大哥，其实我们可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是不是 <laughs> 我们就非常不安全了呢？嗯，其实现在随着那个时代的进步呢，你觉得？我觉得科技好像我刚刚还跟呃佩妮讲啊，其实科技在。 在改变着我们，改变着我们的习惯。呃，首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用用社交媒体哦。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本身的照片、我们孩子的照片啊、生活照啊、生活影片、啊、都上载上去。当我们上载上去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到，一些凡是任何资料上载到网际网络之后呢，他们很难会网在网际网络消失的。所以，当我们上载了足够的影片，关于我们自己的脸部或者孩子的照片之后，一些有心人的他们要做一个 defect 影片的话。 是可以的，甚至现在现在那个呃网络上也是有一些工具哦，可以让你呃输入一个名字，然后通过那个名字呢，它本可以把你本身社交媒体的照片啊、影片所有的东西可以下载下来，是非常方便的，你不需要一个个去找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有这种方便之后，要做一个低分的影片也是变得非常非变得非常方便了。所以我的呃我会可以奉劝大家，就是我们要有很有智慧性的用这个社交媒体了，尽尽可能不要把我们太多有关于我们本身私隐的。 的的的事情放上网啊，比如说孩子啊，要保护孩子，不要把孩子的所有的影片啊，或者是他们照片随随便放上网，呃，这样子的话是对孩子不好的。我们本身也是啊，尽可能的话，有些比较私密的习惯呢、啊，我们本身的那些尽可能不要放上网啊。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蛮困难的。呃，<Yeah. S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尤其被疫情肆虐的这两年，我们其实已经失去了跟家人、跟朋友，呃，相聚的一个机会。那过去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依赖社交平台，因为我们还是可以聚餐嘛，我们还是可以见面嘛。那就算在不同的国家搭个飞机，机票也不会太贵呃，交通非常的方便。可是现在我们连家都回不了，所以呢，呃，亲友要知道我们的近况，想要知道我们在干嘛。 真的就只能通过社交媒体？不过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像，呃，沟通的一些比较私下的软件等等。所以这里面会不会也变得比较模糊？就是该怎么样所谓的善用跟平衡？中福大哥，你觉得会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我们用社交媒体是在用来做些什么了。呃，现在我看到很多一些朋友身边的朋友也是，比如说我，我时常提醒我我父母亲，诶、哎，千万不要把你孙子的照片放上网啊，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的照片是被曝光。呃，并不是我，因为我们是名人，是因为我们担心。 可能有些有些有你的孩子照片呢，他可能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来做诈骗啊，他可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嗯、呃，要反省一下了。我们的确现在社交媒体是那么的方便的哦，啊，就好像佩林刚才你所讲了，比如说我们收到一支影片的话。 如果呢，影片是对一些人是不利的，不利。可是我们本身又没有那个套道的判断的话，我们随随,随便便就呃 share 出去，这样子对于那个人来说，对于影片里面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是很很有呃摧毁性的那个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用社交媒体的同时呢，也是要保，也是要保持清醒了。以前有一句话是讲做，谣言止于自责。这句话，这句话套在现在哦，变得更加贴切了。 因为我们在 share 的时候，同时候我们也是等于是造谣。如果他本身事情是不真不正确的，比如说那些 deep fake 的影片，我们等于也在造谣了，谣助长这个造谣。嗯嗯嗯嗯，好的。那中福大哥，如果啦，如果真的非常不幸，发现自己成为这个所谓的 deep fake 的影片里面的受害者，其实你会建议我们怎么做？留下什么证据吗？还是怎么样呢？ 呃，留下证据，当然了，这个当当然在马来西亚我，我看我看我因为我本身不是法律的背景啊，我觉得呃，首先可以的话，你就报警哦，报警，然后再求助于呢我们那个呃 M C M C，看他们能够给你什么协助哦。不过最主要还是报警，而且如果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制作这个 defect 的话，可能你可能寻找法律的协助哦。嗯嗯。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听到了这个建议，可能就会认为说：“哎呀，我们目前在马来西亚也没有太多相应的法律来制止，或者是采取相关的一些执法行为。那报警好像也没有用。”但是其实呢，反过来，我我其实想说，按照我们过去访问那么多嘉宾，包括法律专家的一些意见呢，报警还是有一个帮助，就是可以让有关当局呢。 掌握哎，实际上我们真正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究竟有多少？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现实啦。当有关当局发现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一定的量啊，报案的呃数量已经大大增加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形成了一个威胁。那这个威胁呢，就会促使有关当局呢，就是被迫要积极的应对，然后可能就是去修法或者是制定新的法律来进行下一步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报案还是很重要的。不过反过来，我想请教一下中福大哥。 其实按照你的一个观察跟了解啦，在马来西亚关于这一类的影片，比如 defi 这样的影片，其实多吗？盛行吗？呃，我本身的看法是我本身接触到的也不是非常多啊，不，可是并不能排除是没有。比如说，我先举一些例子哦。呃，defi 可以用在在马来西亚，我见过什么例子呢？<coughs> 假扮明星代言产品。 <laughs> 就是说那个产品啊，对他就是把明星一些本地的明星，他把他的脸放在那个、呃、产品上面，然后就哦，我在推荐这个产品啊，什么，这个是很普遍的，这、呃、这个我是见过了这个。然后其为、嗯呃，我觉得，有诈骗哦，诈骗集团呢也是会用这个 defect 来做诈骗啊，并不。 并不止于做事情、影片之类的，再加上好像刚才我所讲了，现在已经有一个一个技术 d e f t 已经去到一个层次哦，你可以做一个 live 的 defy，也不是也不需要在等影片制成之后你才发出去，你可以做 live 的，就等于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在在谈话，你是真的吗？ 你是真的、啊，我是真的。<laughs> <laughs> 你看我的身形，你知道我是真的了。我还 <laughs>、哦、减肥，还是 <laughs> 还快点捏一下你的鼻子 <laughs>。<laughs> 我减肥还没成功啊，所以，可是就是这个成这个平台已经有了，这个平台已经出现了，所以以后将来我们会有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在网上所看到的任何东西，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不要太过盲目的、直接的相信了。嗯嗯。嗯 了解了解，那最后也想要请教一下政府大哥啦，就是你会呃建议或者是希望说政府啊、有关当局或者是民众，我们接下来怎么样继续关注这个课题呢？因为像你所说的，它应该会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关注这件事情呢？其实从政府来讲呢，我是非常的希望政府可以重视在这个立法方面呢、啊，立法方面不单只是立法。 来监管这个所谓的 defect 啊，还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还很欠缺那个私营的保护的的法律，我们是有那个 PTPA 了，可是本身它有本身的不足。我希望政府花多点那个精力、财力啊，什么都好，去完善把这个完善化，把我们的有关于私营啊、有关于网络安全的那个呃条例完更加完善化。就好像 defect 这样子，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一个一个呃条例啊，这个法律的条例来约束这个 defect 的的传播。 呃，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个人方面呢，我是想建议大家，就是说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假新闻，所以呢，不要随便在呃我们的那个呃 Messenger、WhatsApp 啊这样子来随随便便发一些新闻，因为可能等当我们在发新闻的时候，在没有求经过求证的情况之下发新闻的时候，可可能我们就变成一个帮凶了。所以，当我们收到什么新闻的时候，我们先要分析一下，自己分析一下，参考一下呃其他的那个那个、呃、来源，然后才发出去。 啊，这个最起码是我们个人可以做的啦。嗯，是的，我觉得中福大哥最后的这个温馨的叮咛非常的关键哈。现在随着这个 AI 技术，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呃数码网络啊的这些技术越来越。 呃，就是进步的很快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些执法或者是修法或者是立法的行动还比较慢的时候，因为它需要经过很多过程嘛，所以我觉得在那之前呢，除了希望有关当局可以加快脚步来进行一些制衡跟监督的行为之后，我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在这个节目的尾声要发出的叮咛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也要有一把尺在心中。 到底在这一个网络如此开放的一个世界当中，还有科技如此进步神速的一个呃前进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判断跟行为？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只是我们都没有做。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给予你更多不同角度的思考。今天也非常感谢宗福大哥，谢谢，谢谢你，佩林和书明。 OK，好的，<Okay. S 1> 电台的直播结束了。我们看到呢，s o n n 说不要把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当成是照片部或者是日记部，照片跟影片私藏就好了。可是现在很难呢。嗯、<laughs> 其实是方便哦，方便，你可以考考虑用一些云端的那些呃照片啊，如果是要收藏照片的话，比如说 Google Photo 啊、嗯、iCloud 这样子啊，也是可以的。<哇>起码那些不会被 share 出去嘛。 啊！但是你知道，有些人其实就是想要分享啊。他其实就是，<哇 S 1> <laughs> 对对，有些人就是他，<laughs> 比如说像结婚啊这种大事，你知道吗？嗯、尤其在疫情当中，嗯、大家都没有办法办婚宴，<对>但他他想要官宣跟大家说，哎，我已经结了婚，然后我的老公是这个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在有些时候我真的，我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啦，时代是不一样了，也是 <对对 S 2> 很难避免的。为什么？如果你不宣的话，<laughs> 人家还怀疑呢。哎，你结婚了？为什么？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啊？<laughs> <laughs> 所以你什么时候怀有孩子了是吧？所以时代也不一样了，<麼>我们时代，對對對所以要有那个心理准备咯。真的，所以他蛮蛮，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他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就是因为立法这件事情真的会比较缓慢，因为它有很多过程嘛，很多关，所以真的反馈就是你自己就要判断咯。 你觉得你你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风险吗？这个东西会不会给大家就是有意识的去推向一个犯罪的举动或者行为吗？很难说。就包括之前我们也是有，应该是有邀请郭中福大哥聊的，关于那种个人资料外泄这件事情啊，嗯嗯、也是一样。<是>对，那现在我们的名字啊、身份证啊、电话号码、哦、变得非常，对对 <laughs> 就随手可得。可<能>刚才 在这个之前，我之前还在做一个 presentation。今天早上我还在做一个 presentation。嗯、呃，我们去做一个呃示范咯，就是说我需要拿到你一个 email。 你的 email，我看可以找那些什么资料出来？这样子我们做那示范呢？我们就找到哦，这个人的 email 呢，他可以找，我们可以找到他住家的地址，可以找到他手呃手机号码，<laughs> 可以找到他甚至他的嗜好，他是做什么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账户曾经在什么网站呃、嗯啊、注册过，他这个人喜欢看漫画的啊,啊，他喜欢看漫画，然后他，所以其实现在的适应适应呢，马来西亚人民的适应呢，大概等于零了，因为我们的资料已经。 在外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了，真的。嗯，嗯<是>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警惕哦可。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啊，你知道吗？就是网络付费啊，嗯、或者现在网络购物已经变成了一种。 以前我不喜欢，但现在必须要这样，因为对对，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做，只是说我们要有一样东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提高更加提高我们的警惕啊！因为现在的人，比如说他要做诈骗的话，我可以打电话给你 AMLE，、哎、呃，嗯、我我这边是银行打来的，呃，我自己跟你确认一下哦，嗯、你的身份证号码最后那四个字是呃一二三四，34, 呃，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对吗？啊、呃，对啊，确认了、哦、，OK。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有一笔账哦在欠银行款，我们会把你怎么样怎么样？嗯嗯。所以整个诈骗的过程就变成非常。 可信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就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管是谁打给你，谁认识你有多，告诉你多少有关于自己你本身的私人资料也好，你怀疑的话，你就把电话开掉，然后再做其他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所有认识我的人，记得我不会打电话跟你们借钱的。 <laughs> 那政府大哥，我想要请教一下，<对>就是在你的经验当中啦，或者是你听到同行的经验当中，关于 defi 这件事情、嗯、有没有呃最可怕的一个案例，或者是敲诈啊，嗯、或者是像刚才我们说的性骚扰这样子？在在马来西亚没有啊，目前还没有。Oh. 我们看过了，其实是一个，因为之前也是有一些呃，有些政府部门来找我们去分析一个那个，我跟你讲的、那个、那两个人在才。在 那两影片，人在、啊，那里面啊，我我们也不方便去分析，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没有接这个案子。不过、啊啊、我觉得将来以后会有更多这样子的案子出来哦。嗯、我觉得马来西亚人还比较善良啊，嗯、你看比起其他国家，<的>我们还是比较善良，嗯。 <laughs> <laughs> OK，好，我看到这个一 <Okay, like. S 2> 啊，我们的 Live 下方有很多朋友说非常感谢中福大哥的分享，oh, 就是获益良多。谢谢 OK，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谢谢中福大哥的时间，拜拜 <bye>。Bye bye 好，谢谢你，谢谢你，拜拜。谢谢大家，要小心哦。拜拜 <bye>。拜。 数据显示，单单在《行管令》1.0和2.0期间倒闭的发廊和餐馆，目前就有百分之三十和十八。We food, we, we flag, 我们要做工，我们要经济好起来，我们没有钱了 Everyone is die. Kita mahu memacu keluarga Malaysia ke arah negara maju dan berpendapatan tinggi. Namun, pencapaian ini tidak bermakna jika masih ada yang terpinggir daripada arus pembangunan. Sedangkan ni saat-saat yang akhir, walaupun PKP, walaupun SOP yang ketat, kita masih lagi berniaga dengan keadaan tengoklah dengan pagar macam ni, tapi kerajaan buat kita macam ni. Tak kesian kepada kita ni semua.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利宣布，从明天十月十一号开始，全国同步开放华州。We see that even with reinfection, the vaccines are proving to be effective。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准开放，我国经济呢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预计到明年二零二二年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东姑扎鲁指出，来临财案着重复苏、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